突击麻辣班底重聚，谢祖武盼重温旧梦。电影《王牌教师》麻辣出击，演员宋少卿、左起、绿茶、郭玉晴、谢祖武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18万零306。校园热血励志电影《王牌教师》麻辣出击今六日举办杀青宴，王牌教师谢祖武率众演员郭玉晴、绿茶、宋少卿以及年轻演员陈木、杜继祥等出席。现场宛如麻辣同学会，绿茶则回忆自己第一次拍电视剧就被导演骂，没想到这次第一次拍电影，只是当福利社老板，还是被导演骂，笑坏众人。谢祖武则说，导演张哲书就是爱骂人，这次除了啦啦队那些美女，其他人都被他骂过，也包括自己。谢祖武在现场也对于昔日麻辣班底相继因病过世感慨万分，对于外面形容是麻辣魔咒不以为然，认为这只是巧合意外，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联想。谢祖武说，对逝去的人充满感慨、遗憾跟难过，希望电影可以带大家重温旧梦，对逝去的人致上最高敬意。